最新一期的北美电影票房排行出炉，漫威电影的《复仇者联盟4：终局之战》以美金6300万再度蝉联冠军，而《名侦探皮卡丘》则夺下了票房第二。Thanos did exactly what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do. He wiped out 50% of all living creatures.漫威电影《复仇者联盟4：终局之战》气势如虹，连续第三周称霸北美电影票房，总计在北美地区上映18天就已经累积到7亿2000万美元。We lost a part of ourselves.而放眼海外，它更是一部超级吸金器，票房目前更达到了17亿6500万美元，也让全球总票房上冲到24亿4900万美元的好成绩。电影专家目前都相当期待，希望《复仇者联盟4》在打败铁达尼号之后，也能早日挤下《阿凡达》，成为全球票房冠军的新霸主。东森新闻应宏文在好莱坞的采访报道。